同学们，我是医生爷爷，今天呢，我要告诉你们怎样讲究卫生，请注意听哦。来，小朋友们，吃药啦。医生爷爷，为什么你老让我们吃这种药，但我们还是会生病呢？为了你的身体更健康嘛。刚才爷爷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是的，您说的挺好玩的，但是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这里曾经是一个多好的地方呀，但现在很多小孩好像总在生病耶。哦，小熊啊，你真聪明，让爷爷告诉大家不断生病的原因吧。来，戴上这副魔术眼镜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蛔虫。蛔虫、钩虫、鞭虫都属蠕虫。那些黄色的东西啊，都是能感染人的蠕虫卵啊。蠕虫是可以反复感染的，记住，不是吃一次药就可以预防今后的感染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以为吃过药之后病就好了呢。吃了药是会好，但如果你们不注意个人卫生，不改变一些不好的卫生习惯，还是会得病的。小熊啊，你这个问题提得真好。戴上这副魔术眼镜，去村子里看一看，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。那些黄色的东西都是蠕虫卵。小芳，你得了蠕虫病了，走到卫生院去看一下。好的，小熊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们呢，应该让大家都知道蠕虫病是怎么得的。好呀，好呀，走吧。让开，我要上厕所了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蠕虫呀？小芳，走到村里去看看蠕虫病究竟是怎么传播的。小熊，看什么呀？这就是个菜园子嘛，怎么会传播蠕虫病呢？这些肥料从哪里来的呀？爸爸正在用带虫卵的粪便浇菜呢，不要到菜园子里去玩耍了。哎呀！咦，真恶心！
相信这么多人吃了不干净的食物。哎，我知道，看这里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不，等等。哎呀，钩虫从它的脚上钻进去了。那怎样才能够避免蠕虫伤害我们呢？肯定有办法，我们找找看，快来呀。厕所，臭死了，蠕虫在里面是怎样传播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呀，哎呀，这么多方式可以得蠕虫病耶。我知道了，人们得病是因为吃了脏的东西，在脏的地方玩耍，不讲卫生。小芳，你看周围啊，到处都是蠕虫。小熊，什么意思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肚子疼，那就是感染上蛔虫了。得了蠕虫病会让人没有力气，上课不能够集中注意力。蠕虫病还会让你不想吃饭，不吃饭更没有力气。他身体太弱了，很容易得其他疾病。你看，他现在感冒了，很多孩子还有其他的症状，比如长不高，发烧，甚至拉肚子。哇，真想不到蠕虫会带来这么多的问题。有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防止蠕虫病的传播。保持环境清洁卫生，就可以把蠕虫赶走了。好，我支持你。菜园不适合小孩玩耍。因为那里有蠕虫卵。别吃别吃，如果你吃了，有可能得另一种蠕虫病的。只要注意饮食卫生，就能够减少得蠕虫病。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洗手。脏手最容易传播蠕虫卵。鞋可以阻止钩虫侵入你的身体。在厕所里大小便可以避免蠕虫卵的传播。别，你要洗手。可是水龙头坏了呀。快去叫大人来修。保持清洁，人人有责。
我们终于赶走了蠕虫。哎呀，我们开庆祝会，蠕虫不会再来了。不会来了吗？你们做得很好啊。但是村里的人应该时刻保持清洁，注意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。经常洗手，吃干净的食物，用干净的厕所。如果你感觉得了病，就到当地的卫生院去治疗，吃点药就好了。保持警惕，虽然蠕虫已经被赶出村了，但它们还是存在，有可能回来哦。Thank you.